司機哥哥。好。我哋走。哎，坐四架。四個。可以抱着到一個。來，我四架。來，我六架。來。我辛苦。辛苦，你弄我娘啊。750，安心行走。700，好，走了这。我提走了，看我变了。好，走。你把这把衣裳我，我这有的脱了。出来我找我爸，好，我找你呀。要修多久啊？不知道，可能双修会比较快一点。多少包？正所谓太极生两仪嘛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八卦生算命。200块好不好？哎，你几头？我看过啊。会了。光华路一点啊！
我那当初那边是因为加五郎州，那时候整个那边是蛮很负债嘛。对啊。那个两百块回来。四三年。少年怪较济啊！5月1号胖还没胖起来。啊？啊我袂去管别人安怎。这全部两百块。那有伊下班也无咧啉嘛？伊下班拢无咧啉。哎，你莫看伊咧，一罐啉无半罐就倒倒掉啊！你咧。对啦。他们今天会啊？对。哦，阿里西巴。梁生早，志远早。梁生早嘞。这是几辆车？啊，这那便宜了。啊，松，你要不要？哎 ，It's race。阿里多喇叭，找西巴。哦，啥味啊？我今日看你袂甲遮轻松，都袂习惯呢。安尼啊。完全没有压力。哎，是啊，你来啊。啊。金秋。黄金仓。我要怎样？五郎，五郎，主要我注射内力的。本界员，要早安。我们这边日本华侨好像越来越多了。这是几万的？啊，这几分钟？没啊，没啊，是留意，这是大风。300块，大猪的，我再给你300块，给啊，好不好？包啊，好。再一次给你了。
40年，一个30年。说真的，日本是一个适合游玩的地方，但是对于台湾人来讲，应该不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，繁文缛节太多了。睡醒了，会这么晚起来，一定是跟他的小鲜肉男朋友昨天不知道做了什么事情，才会这么晚才去。小屋老大，星月天空老大。啊，修很大，我知道。欢迎苏会长。哇，两只小萝莉。100块。青青是有穿右边这件紫色的战斗服去装修吗？哦，这边有很多战斗服。多啊，去日本是几月？我好几年前去日本也是几月，那时候穿短袖。两只。
两只，两块两只，一次分成500块。夏天吗？应该是秋天吧。对，我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去奇面温泉洗温泉。我那时候去奇面温泉洗温泉，然后晚上洗完温泉，就从温泉饭店走出来，去那个居酒屋跟日本人喝酒。最好笑的是，语言不通的状态底下，我还能跟那些日本人喝到醉，就拿着手机这样子哦，一个单字一个单字这样子翻译哦，然后这样子喝到醉。为什么？头呢？头一颗一百。为什么？他吃令早。我现在在嘉义，所以温度会比较高一点。是奇面式还是奇面式，我有点忘记了。